早上5点多，天还很黑呢，然后今天还有点风，吃点稀饭，随便吃点，然后就出海收大碗了。哦，确实太大了，全是虾。哦，一条大红斑，好大。红斑这样就算大了。最好吃的鳗鱼，大话小话都有。差了，鱼特别多，大鱼、小鱼都有。然后还有一条红鳗鱼，来来，哎。好了，哦，哎，大大大，冲脑哎，冲脑哎，快点啊！哎呀，石斑鱼，好，转。一碗就满餐了，太多了。这么长，红鳗，回去慢慢挑，鱼太多了，数都数不完。一碗就这么多鱼，回去了，回去一排挑鱼啊，这条包公鱼是吧？放在后边吧，虾放这边，好多虾，那个。八爪鱼，挺多的，放在一起。然后这条叫什么？这条叫我们这边叫小鲫鱼啊。嗯，这很肥的，肉很好的。然后这个黄腔鱼啊，今天抓的又好多的黄腔鱼，还有石斑，嗯，龙胆鱼。石斑鱼，这个、差不多有1斤重，不错的。然后还有一条红鳗，啊，很长的，啊，1米多，啊，这肉好，这条好吃，这条自己留着吃，这条死不得卖。这条黑鲷，啊，都是这几条的，都是3斤的，啊，这鲷鱼。风浪大点的好，这个就有一些粗的，你看，拔皮鱼也是7-8两重的，这个价格现在是1斤差不多60-70块的，然后这些黄腔鹅价格也挺好的，50-60块一斤，50-60块，这个我们叫红头鳗嘛，补血的，像这条这个。这个价格很贵的，然后就我们这边就跟这个煮粥，青尾虾，那个青尾虾，很漂亮的，这几条小的就放掉了，小泥鳗，小石斑鱼这么小的也养不好放掉，这些有点小就吃不了嘛。先放回去，等它长大了再抓上来。这些也一样的，放掉，也放了。这些大的，一会问一下那个鱼贩他收不收，他如果没有收的话，就那拿到市场上去卖。
我去，我今天穿过这个了。全部没了，另外是在红了。死了啦！哈，死了啦！哈。567